今天是我们解封的第一次出游，开心开心。今天的成员，后面还有一个。今天来，去年爬过的山再爬一次，跟朋友新的朋友一起来，结果发现人超多，因为今天是澳洲的劳动节，大家因为还有解封，所以大家都跑出来玩了，都是车子。开始爬山之旅，尊重尊重，好不好？人在出来了，我在讲电话了。出了大事了。500随后赶上，很久没有出现在我频道里面了。有爬山的感觉，这是新吗？对啊。他又在讲电话。在那里采果。采果。靠哪呢？围起来了。对啊，越过就好了。爬到一半了，人真的有够多，跟迪士尼一样。珍妮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健步如飞。太年轻啊！开心，珍妮暗爽。他在偷笑吧？珍妮回头啊，不要不敢回头。哎，我要前面脸很喘。累吗？啊，那个镜头，汗流，有点累。好久没爬山了，好爽哦。累吗？不累。我真的太小看你了，累吗？还好还好，小意思小意思。等一下，那边人应该很多。对啊，是你们真的不要太靠近，我真的害怕你们就这么下去了。Eddie 呢？哦 ，Eddie 真的是吼小孩的人，好害怕。超像 Discovery 的台湾探险队。I'm sorry。Sorry。我们上来大概快一个小时了，就花了30分钟上来，花了一个小时在这里拍照。来，进去我帮你。我们又深入险境，从上面爬下来，然后旁边居然还有人在攀岩，太酷了！这看起来超深的哎，现在完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。哇，这里好可怕啊！